回到新闻现场，带您关心，借由到金门参加823炮战纪念活动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把握机会，请跑基层巩固票源，接连多个参访，造势行程，跟当地民众互动热络。另外呢，被视为挺郭派的立委陈玉珍，全程都有陪同哦，也大赞相处之后，觉得侯友宜做人蛮大度的。 但是跟同在金门的郭台铭，他们行程是完全没有重叠，也没有不期而遇，是否有刻意避开呢？侯友宜说，彼此行程都很满，会再找时间请益。好，谢谢。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出席823六十五周年公祭追思活动，提前抵达现场和遗族一一握手致意。谢谢高票当选，谢谢。这两天一夜，金门行侯友宜不仅缅怀先烈，更是全力固装，受访阵型一字排开，右边是挺郭派立委陈玉珍，左边则是先前和郭董同框惹意的议员林金杰。见郭董一个时间长，谢，对李茂长也不久，我会再找一个时间。 去当面来跟郭董时代一起。韩郭董两个人近在咫尺，却完全没碰面。侯友宜否认王不见王，在地橄榄枝一定会登门拜访。毕竟整趟行程真的很忙，参访完金门酒厂，立刻赶往参叙造势会场。二二一，二三，二二一，二三。着重寒暄展现亲和力，更宣誓有承担大任的魄力，抛出要和平拼两岸经济，就是要和郭台铭互别苗头。两岸和平。 就从金门两岸的亲近，就从金门开始做起。侯友宜一定做到。侯友宜对外拉拢选民的心，对内整合小鸡归队，团结一心。做人也蛮就是大度的，或者跟他聊的结果，了解他的一些个性，先比较以前真的是不知道认识。还期待跟他喝咖啡吗？ 谢谢大家。在野三只小猪喝咖啡的时间一天未定，各阵营一举一动都小心翼翼。谢金门综合报道。